北国际旅展这个礼拜热闹登场，为了推广客庄旅游，客委会呢特别也来参展，那把现场布置的像小小客庄一样，把大家所熟知的客家美食，还有呢到艺术创作，都有浓浓的客家味道，展出内容也相当丰富。各式客家传统农特产品以及客家花布出现在旅展现场，让人仿佛来到客庄。为推广客庄旅游，客委会以行聊客庄幸福369为主题，邀民众到客庄走走。那邀请哈，这个展现就是说我们客庄的旅游特色之外，另外呢也邀请了这个伴手礼哈的厂商哈来这边摆摊。那么这些伴手礼呢，是我们过去两个月哈所评选出来的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能够相当的能够代表哈、啊，那么客家特色的啊一个伴手礼。这一次以浪漫台三线、幸福台九线为主轴，邀集客庄民宿美食共32家业者一起参展。其中浪漫台三线因为保留着许多客家传统，沿路都能感受到客家文化。也因为过去啊，比较没有被重视开发，所以它保留了非常多的原有的文化的资产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运用哈、啊。一些比较现代的哈，包括科技带进去哈，那么现代的行销哈，那么把这些文化资产串联起来，就变成浪漫台三线。为推广浪漫台三线，客会还与世界同样以浪漫知名的地方，像是德国罗曼蒂克大道签署合作备忘录，建议将台三线推广到世界去，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前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云的星